有没有看到？有的人知道我哎，也不多。你怎么这妖精一样都不会变？你才妖精呢！捉不住的是你的心。昨天的你变得好不好？完全没有才。关键词有没有看到五等奖？哎呦，五等奖、五等奖、六等奖，甚至七等奖都有，都有过。他出了很多。王世贤，王世贤，惠慈有参加过五等奖吗？惠慈，好啊，好美啊！我的郭富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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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会不会是王世贤？哦，男女对唱鼻祖。哎呦，跟郭富城男女对唱，男女对唱就男女对唱，为什么要贴的跟在办丧事一样？黑白的鼻祖，白纸黑字。哦 ，OK， 大家都有答案了是吧？小 S、张惠妹，还有蔡秋凤、芭比娃娃、芭比志玲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的敷衍。好，我们直接就带来这一首歌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没有吃过猪肉，肯定也看过猪走路。嗯，来，一起来听这首《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》。哇，天哪！我听这个声音，这个应该是用 M1 弹的。刚刚那个电钢琴应该是 M1。对呀。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从 Mary 到 Sony 和 Ivory， 就是没有我的名字。尖叫声！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让你猜猜我是谁，从 Mary 到 Sony 和 Ivory，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。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，笑容明天在你的眼中，难道是你的唯一。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要知道我对你的感觉，不仅仅是眼睛里的你。要知道是眼睛里的你。尖叫声！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。还有陈爱梅小姐，爱梅姐，谢谢爱梅姐，心里真的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各位各位各位，她就是陈爱梅了。陈爱梅，当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已经都不认识你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的人知道我哎，也不多。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她是耳朵怀孕，耳朵怀孕哦，好听。哦，闪亮三姐妹之二姐，真特别写的戏啊，二同学 ，Melody， 对，她气质跟那个 Melody 倒有点像，音乐，Melody， 嗨呀，谢谢，好多年，现在的学生都佛心来的，对，还有蔡秋凤啊，蔡秋凤，蔡秋凤，还有蔡翠秋啊，彭佳慧，蔡翠秋，谢谢同学，你看。
该已经多久不见了？多久了？啊，几十年了。对呀，你都没有老哎，你怎么这妖精一样都不会变？你才妖精呢！真的是熟，很熟。以前我们常合作，我们是歌林唱片，对，同一家公司的，我是师兄妹，没有，我是师姐吧。我师兄啦，你师兄，好了，我师兄，我第一首歌唱的是《天伦家乡》，乱讲，那是民歌吧？民歌那个年代，但中真的，但就是这个我唱的，你唱的，这个是马山谈话站对厦门广播的，你唱的，嘿。我是主唱人，哇！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歌谁写的？这个歌彭安格写的。哎呦！好了，抽起来。第一首歌，你立一个铜像哎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刚那是你的声音吗？我的声音啊，怎么样？居然还找得到，听起来像文夏啦，大哥是。有历史的感觉。岁月是会改变。还好啦，比较像刘福柱大哥。不，我是真的是从费玉清，好酷哦，当他唱到郭金发了，真的，因为把我们的美好的声音都拿来奉献给大家搞笑去了。没有，不会啦，这样大家都开心，歌又会唱又会主持。这个艾美姐有一个歌很有印象，一定有，郭富城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？不是跟他合唱，而是有一幕。郭富城在台湾红起来是广告，就是那个水啪泼到脸上，对对对，那一首歌叫做《谁说我不在乎》，谁说不在乎？跟高明俊合唱，干脆就来，对不对？郭富城不在，真的要唱一点的，最像郭富城的好了，那就是我本人啊，去啦，你替我，好，来，合唱一下，来一小段啊，你唱是高明俊，谁说我不在乎？耶，一分不够，来得及，沙哑一点。你又何必介意？昨天的你变得好模糊，真叫人捉不住。是这样吗？对。捉不住的是你的心。哦耶！不是我太在乎，在他心中。是你的心，谁说我不在乎？昨天的你变得好模糊，难道只为了一封信？昨天的你变得好模糊，这样就好了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他完全没有彩排，完全没有彩排，直接来。因为回忆是不需要彩排的。突然间坐在湖边，对，看着几只水鸟在那起落，突然间想到当年的一些往事。是啊，这个就是人生。好像才昨天的事，怎么一下就二十年？时光飞逝。而且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个荣幸跟你对唱过，都是跟高明俊。其实我唱的不会输给高明俊。真的差很多，不要趁机推荐。你唱的那比不一样的味道，唱的比他好。没有，真的，味道不一样。实在话，只有给高明俊看得到。哇，他好了，他不在台湾。对对，但是现在是正式宣布，好不好？还是可以经常回来表演唱歌吗？对呀，那就经常回来喽。好，有机会我们就欢迎你，多唱吧。来，再次热情掌声的回答。